嚟啦！防暴警嚟啦！呢個警方嘅呼籲，正喺深水埗警署附近一帶嘅市民同埋記者離開，去到一個安全嘅地方，因為警察好快會使用武力將一啲犯法嘅人士驅散。 呢個警方嘅警告，喺西九龍中心、天橋同附近一帶使用雷射槍襲擊警察嘅人士，請你立即停止。警方會使用武力將你驅散。 下面又有。
这个车库都是警方。